老酒文化院，专注于促进老酒文化的研究、传承与发展，旗下拥有贵州茅台长隆酒业、中粮酒庄等明星企业，恒荣商坊原名融合商坊，创建于同治三年1864年，所酿酒品史称回沙茅台酒，是茅台酒厂前身三家商坊之一，在业内享有崇高声誉。得天独厚，匠心独藏，老酒文化院竭诚为您量身定制高品质低价位的贵宾专用酒，助您提高企业品牌形象，降低企业招待成本。酿酒大师李明英精心调制，极致之美一品方知，集萃百年窖藏原酒精华，酱香之韵稀世典藏。贵州茅台长隆酒业荣誉出品，厂家只供专属服务，恭候思想。少喝酒，喝好酒，健康饮酒，老酒文化院，您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定制专线400-609-6979。